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846页，846页第四行当中看起。六，正精进者，以无漏智，应勤行精进，去涅盘道苦。世间一切法了，一切善法有三个根，能生一切善法。这三个根就是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这世间三善根。大乘菩萨善根呢，只有一个，就是精进。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。这里有个简单的解释，以无漏智，智慧里面呢，不夹杂妄想杂念，这就叫无漏。漏是烦恼的代名词。不夹杂这些，这是真智慧，自信清净心所生的，真实智慧。以这个智慧观察，勤行精进，勤行也就是精进的意思，但是精进这两个字。精是纯而不杂，静是不退转，所以精进比勤行的意思更明显。中国古大德跟佛法里头说法是一致的，教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这就是精进的相，精进的样子，一门这就是精，学很多呢，这就是杂，杂你分心了，你的意念呢不能集中。古人学习的目的跟今人不一样。今人求学的目的是为了名利。古人不是的。古人勤学是为求智慧。佛法里面要求的明心见性。世间法里要求的也求开悟。我们小时候我记得我念初中一年级，有一天偶尔从老师休息室门口经过，里面老师在谈话，在评论学生，某个学生有悟性，
换一句话说，那个时候呢，那是抗战期间。啊，老师很着重学生的悟性，怎样帮助学生开悟。啊，他们重视这一点。啊，这是过去传统私塾里面的教学，老师非常着重学生悟性。啊，所以教学确实是吸收了佛教的教学方法。啊，佛教的方法是戒定慧。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智慧。所以一门深入啊，那个心容易定，那个道理在此地。学很多学很杂了，就定不下来了。啊，定不下来，你所学习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智慧里头有悟，啊，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无漏智。啊，它有悟处，所以是闻已知识，夜闻千悟。他有这种能量在里头，啊，知识没有，啊，所以现在我们看了许许多多的国家，啊，也参观他们的学校，啊，纵然到大学研究所，还是求知识，啊，没有谈到智慧。啊，这戒定慧他们没听说过。啊，戒定慧是大乘，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了，中国的儒家接受了，道家也接受了。啊，所以都用这个方法，也不戒。专修专空，这一部经上开悟了，实际上一切经都通了。大乘通了，小乘也通了，显教通了，密教也通了，不但佛法通了，这世间法也通了，奇怪了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一切法的本体是自性。你见了性了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不学就知道了。所以佛家大乘的智慧有无私智，无私智没有学习过的，自然智。有证明啊，我们看六祖坛经，那慧能大师就是个证明啊。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啊，五祖在深夜啊，方丈室里头召见他，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。我们估计大概不超过两个小时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开悟了，豁然大悟啊！
啊，他说出五句话，这五句话就是他的心得报告。啊，他开悟的时候的报告。啊，也就像今天的博士论文，不是用文字写的，口述的，很简单。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他见到性，见性，性是清净的，从来没有染污过。啊，在佛菩萨是清净，在一切众生还是清净，那我们就晓得，所谓染污，不是染污本性，是染污阿赖耶识。阿赖耶是妄性，本性是真性，真性没有染污，妄性有染污。啊，他见到真心。啊，第二个说呢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。啊，真心是不生不灭的。这说明真心的样子。啊，没有生灭。妄心有生灭。啊，阿赖耶有生灭。莫那有生命啊，凡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万事万物通通都有生命啊，包括星球啊。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最近30年代的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整个宇宙是一个脉动的现象，人身上有脉搏，叫脉搏跳动的，整个宇宙都是的。啊，这个频率很高，一般人没法子觉察到。啊，现代的科学发明的最新的仪器，我们不能不佩服。他们能够捉捕到100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啊，1秒钟1000兆次的波动现象啊，现代科学家捕捉到了啊。那么佛经上给我们讲的，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八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一弹指里头波动现象多少次？320兆啊，那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呢？啊，我能弹4次，我相信有比我能力强的、年轻力壮的，至少可以弹5次。5×320，1600兆。现在科学家能捕捉到1000兆。跟佛法讲的很像接近的啊，整个宇宙就是这个现象，物质是这个现象，精神也是这个现象啊，我们的思想啊也是这个现象啊，自然现象都不能超越这个现象啊。所以佛经上以前啊，我们现在很幸运的有科学家帮助我们，从前没有啊。佛说这些宇宙人生真相啊，那个时候的人怎么能接受，
怎么能相信？怎么能不怀疑？这是我们佩服到极处的地方。啊，那是什么？老夫子的精神。啊，孔子对古圣先贤，述而不足，信而好古，他不怀疑。现在人不信了，怎么能不怀疑？啊，我们学佛一家子，这种疑团还是在啊。啊，99%的相信，还有一分怀疑。啊，不是我们的常识吗？啊，到看到力学量子力学报告，我们这个疑惑才断掉。才相信佛讲的是真的。佛怎么见到的？佛说这个境界是八地以上啊，也就是说八地菩萨以上在定中都能见到。所以佛不是用科学仪器啊，不是用数学来推算，他定中见到的叫限量境界啊，不是比量，不是非量，就亲眼看见的。那么七地之前的定功还不行啊，我们照华严经的说法，大乘讲禅定等级至少52个，一个比一个深啊，到52那到顶了，圆满的觉悟了啊。可是在大经上我们看到所谓明心见性的菩萨在多少个基层呢？第11个，51个等级，第11个就是禅宗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。现代科学家也承认空间为不同空间为次，至少有11个啊，这是他们能够证明的。从理论上讲呢，空间维次是无尽无数的。啊，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？大乘经教佛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确实。不同空间维次是从分别心里头变出来的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是从这里来的。那么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空间维次就没有了啊，宇宙的缘起你就亲眼看到没有障碍了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六道众生他所用的感官是60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意是思想。啊，大乘分得很细，思
是第七识，想是第六识，啊，都是妄想。你看中国古人造字，那是智慧的符号啊！啊，思是什么？心里头有了分别了。啊，你看心上一个田字，那个田就是鸽子，啊，就是分别了。想呢，想心里头有相。啊，你想一个人，心里有个人的相。啊，想一个建筑物，啊，心里有个建筑物的相，有相。所以想是执着，啊，思是分别，啊，第六识第七识啊，啊，有没有这个东西呢？不见得真有，是从你想象当中变现出来的。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离开心想就没有一切法。啊，所以大乘教上《般若经》讲的很多，讲的很清楚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真的东西，真的东西没有相。啊，自信没有相。所以自信找不到。科学家、哲学家都找不到。啊，科学哲学能找到的一定要有现象，没有现象他找不到。啊，自信真心不是物质，不是念头，没有念头，要真心一念。啊，念头是精神的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三种现象都没有。所以科学跟哲学对他不起作用。啊，怎么知道有呢？佛说的很好，这个事情为证方知。啊，用什么方法证呢？甚深禅定。啊，禅定等级分为52个等级。啊，要到最高第四个等级才看到，那是很高级的禅定。你看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，啊，菩萨最高的四个等级，在上面就是佛了。啊，佛称妙觉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是。妙觉是佛，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那说正等正觉是从初住菩萨算起。啊，也就是第十一个等级，第十一个等级到51个等级都叫做正等正觉。啊，我们学习能够想象到正等正觉里头，大乘教常说41位法身大士，这41个等级是真有吗？不能讲真有，为什么？这41个等级都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他没有分别执着，哪来的等级？所以他是平等的，叫一真法界，他平等的。但是说他平等的呢，里面真有不平等。那不平等是什么呢？无明习气没断，习气与厚薄不一样，
啊，譬如施诸菩萨习气就很浓，施地菩萨习气就很淡薄，到等级呢还剩一点点，那一点点断掉了他就成佛了。啊，随着习气，你这个41个不能一定说有，不能一定说无。啊，实在讲呢，习气厚薄不一样啊，习气没法子断的，想个什么方法断习气，那你就堕落了。为什么？你又起心动念了，你又有分别执着了。所以这个境界里头，大乘是叫无功用道。啊，古人所说此处用不得力，你不能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是堕落了。啊，这是大乘境界。那大乘不容易啊，佛讲大乘用了20年的时间奠定基础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教学，你看叫阿含，阿含是世间法了，伦理道德因果啊，也讲到佛法，佛法讲得很浅，只讲到人空啊，劝大家不要执着这个身体，身体是假的啊，这个信息是透出来了啊，在方等这提升了，阿含12年等于小学啊，小学里最高的证得人空，真正证得人空的人就成阿罗汉，脱离六道轮回啊，六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方等好比办中学，做大学的准备啊，方等讲到最高的地方，讲到法空，不但人是空的，法也是空的啊，人是无运集合成的现象啊，无运是色受想行识啊，所以这个身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但是小乘人执着身是假的，他承认法是真的，他以为法是真的。在方等教里面，佛就告诉法也不是真的啊，色是物质现象，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啊，受是你有感受，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，想你有思想，你能想过去也能想未来，行就是这种状况它相续不断，这叫行。你看前年灭后年又生啊，它不会断掉的，这叫习啊。识，用我们现在最浅显的话来说，就是记忆，你眼见的、耳听的、接触到的，你有深刻的印象，这印象在哪里？印象在阿赖耶，阿赖耶好像是资料库，他收集这些资料，这资料里面非常丰富，从无始劫来到现在全都在里头
啊，善的、不善的，统统在里头。动一个念头，那里面就记录下来了，比电脑还快。啊，决定不会忘失掉。啊，所以心越清净，这些记忆它通通能起现行。啊，人在定中能够知道过去式的事情，能够知道无量劫以前的事情，这是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。啊，未来虽然还没到，但是他有幻想。啊，所以有真正有神通的人，这是有定功的人，他看到未来，未来有什么现象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他看到的是今天的，啊，是昨天的，啊，明天的也看到了，后天他也看到了，但是明天后天会变化。为什么呢？相随心转。那念头一变的时候，它就变了，外面现象就变了。啊，所以佛说，一切法都不是定法，随着念头在转。啊，如果这个人改邪归正了，灾难就没有了。如果这个人呢，改善为恶了，他灾难就来了。那他还没改，你还没看到；那他改了，你看到了。啊，所以起心动念呢，没有人不知道啊，佛菩萨知道。太清楚了，天神知道，鬼神也知道。啊，真正懂得这些道理，知道这些事项是真的，啊，我们起心动念会很谨慎，啊，不会起个妄念，起个妄念对不起自己。啊，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啊，也惹鬼神笑话。啊，堂堂正正做一个正人君子，啊，起心动念都可以告鬼神。啊，这个人心底多么坦然，多舒畅，多快乐。啊，所以大乘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太重要了，不是迷信的，不是幻想啊，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我们在这一方面求精进。啊，学东西，中国古人这一套，现在人不相信。啊，不相信怎么办呢？要做实验，啊，我们现在用小学生做实验都行，同样的课程，同样的学习，啊，古人的方法呢，是教之道，诲之传，啊，你比如小学生。6年所学的课程，有几门是主课、主要课程。啊，那些音乐、体育那个无所谓。啊，那是副课，不是正课。
啊，可以随着学习。主要功课只学一门。啊，譬如 他现在啊，有国语，有数学的组合的啊，大概历史地理啊，还有外国语文。教学的方法呢，用古人这个理念，就是专啊，语文，语文是根本啊，是学术的根本。可以用两年的时间专教语文啊，学生头脑就一样东西，天天就想着啊，六年的语文两年教完啊，数学用一年的时间，史地用一年的时间，外国文用一年的时间，对吧？六年的时间把它分开的时候，一样一样的教，使他一年当中头脑里就一样东西啊，这样教出来之后，跟这个现在交叉排课这个方式啊，让他去参加考试，看哪一个考得好。啊，都可以实现出来呀。啊，肯定专门学一样的人呢，这个学生品性好，有定力，啊，有智慧，不像敲诈似的，他的思想什么？啊，他思想酸呢，会影响他身体，啊，体格一定不如前面这种教法的。可以试验出中国几千年教学，它有道理在呀。啊，外国人没道理呀。啊，外国人看小朋友天真烂漫，要保持他这个样子，不能去约束他，错了。啊，童年是扎根的时候啊，根要不扎的时候，一辈子都没法子。啊，所以中国人跟外国人想法不一样，中国人小时候要守规矩，严守规矩。啊，把伦理道德英国教育扎下去啊，中年学成之后为社会服务，晚年享福啊。外国人颠倒了，小孩享福，小孩是一生的天堂，中年是战场，晚年是坟墓，晚年真苦啊，真可怜。住老人院没人管了啊，物质生活国家照顾到了，没问题了，精神生活完全没有啊。我们参观老人院，看到老人坐在阳光底下晒太阳啊，面孔呆板，一天一句话都不说啊，老人院天天都有人走的，看到太走了，他会想到哪一天轮到我。中国人所谓坐吃等死，这是什么滋味？错了，中国人，中国家庭是大家庭，教育是家庭负责。古时候没那么多学校，这私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啊。到退休的年龄不能工作了，叫落叶归根，归根是回老家，回老家干什么？享福啊。
一个家族的时候，最少也有200多人呐、啊，那衰了。普通人家应该是300人左右，正常的。人丁兴旺的600-700人呐、啊，这是一个大家庭了、啊。你想想看，那些子弟多少？啊，你的孙子辈的、重孙子辈的，啊。跟小朋友玩在一起叫天伦之乐 啊老人把自己一生的经验啊，一生的这个甘苦给小朋友讲故事，他们也都学会了啊。所以中国人把享福放在晚年啊，把学习放在幼年，幼年扎根的学习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所以今天的根坏掉了，没人想到这个问题啊！根要坏掉之后，用什么方法都无法补救啊！圣贤法我给你看，你看懂明白了，你做不到啊，不肯做啊。啊，你没有办法放下自私自利，没有办法放下名闻利养，贪嗔痴慢这都放不下。啊，这些东西必须从小扎根，从小养成，因为中国过去是大家庭，大家庭里决定不能有私心。啊，有私心，这个家庭就会破了，会败了。啊，家要团结。啊，起心动念，我不是为我自己，我也不是为我父母，我为我整个家族。他是这个想法，所以心量自然就大。啊，参加国家的考试，受国家栽培，将来他做官，他做官真的，他想人民，他不想自己。啊，想国家，想民族。啊，自自然然有那么大的心量啊！所以今天社会问题，整个世界全是教育出了问题。啊，能够把教育恢复，肯定古圣先贤的教育有价值，我们才有救啊！现在人瞧不起古人呐、啊。这个古人没有科学啊，古人不如今人，错了啊！古人懂不懂科学？懂啊！为什么不向这个路子发展？如果向这个路子发展，世界早就毁灭了啊！德行赶不上科学，科学就毁灭世界啊！所以中国教育德行摆在第一啊，科学技术摆在最后，叫古人的智慧啊，这现在人无法能比啊，他也不相信啊，所以今纯而不杂，事出世间法都要遵守这个道理啊，专攻一门，一门通了，真的一切都通啊。慧能大师开悟了，我们在坛经上看到五祖衣钵传给他之后，叫他赶快走，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啊，什么原因？一般人不服啊，不认识字、没有念过书的人，你怎么可以做祖师啊？不肯相信，不相信啊！啊，所以吴祖叫他躲起来，他跑到猎人队，
隐居了15年。啊，这个15年修忍辱波罗蜜，修般若波罗蜜。啊，在猎人队里头当厨师。啊，猎人打这些猎物，每一天要做给他们吃。啊，谭晶说的，他看到受伤，伤不太严重的，他偷偷地把它放掉，就放生。啊，自己吃的吃肉边菜，啊，菜放在锅里一起煮。他吃菜不吃肉，啊，逃难当中，那初期逃难刚刚离开的时候，在曹侯村遇到无尽藏比丘尼，啊，这个比丘尼受持大般涅槃经，涅槃经分量很大，在中国2个译本。一个36卷，一个本子是40卷，啊，这么大的分量，他每一天都诵。啊，他在念经，慧能大师旁边听。他念完之后，慧能就讲给他听。慧能那一年24岁，那都没学过的。这个比丘尼非常惊讶。捧着经本向他请教，他说我不认识字，不认识字怎么能讲得这么好，这个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，这一句话很重要啊。与什么有关系？开智慧有关系。你 真正心地清净，明心见性，智慧开了，佛说的一切经都是从自性流出来的，只要见性通通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不但佛经知道，世间法也知道，不需要学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，这种能力人人有，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开发出来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开发呢？戒定慧。啊，持戒的目的是什么？持戒目的是恢复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。我们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。就恢复这个，所以一戒你能得定，啊，一门一句佛号都行，啊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你就老实念佛，啊，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啊，没妄想，没有杂念。啊，没有是非人我，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贪嗔痴慢，甚至连我也没有。哎，就这一句佛号，念久了得定啊。这个定叫念佛三昧。啊，得定你好好的保持，继续念下去，再念个几年，豁然大悟，就跟慧能一样。什么都明白了，这个方法妙啊，你能通一切法了。你用现在世间读书这个方法的时候，那太有限了，你一生的时间不够用啊。啊，早年我们初学佛，啊，老师劝我们这些学生，
这些学生都是没有福报的，命很薄的，也就是短命的，没福的，这些学生老师特别照顾，教我们发心学上经讲解啊。为什么讲经能改变命运？改变最快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为佛菩萨工作，为一切众生工作啊！现在讲做义工啊，啊，给佛菩萨打工，沾佛菩萨的光啊！给我们说，讲经要通事处世间法。啊，他老人家举个例子，这世间法不说别的吧，就说中国这一部四库全书，你能通得了吗？你不通世间法不契机，不通佛法呢不契理啊。那佛法至少是大藏经，我们这一箱都吓呆了，这做不到啊！啊，老师说学习不行，那真的没办法。但是有一个方法能通，感通，就感应呐、啊，求佛菩萨帮助啊！啊，用什么去感呢？用尘。尘则灵呢、啊？啊，尘，真诚到极处，叫至诚。啊，老师给我们四个字：至诚感动。啊，走这个路。啊，古圣先贤，几乎人人都是走这条路。只要勇猛精进，不懈怠，不懒散，肯定有成就啊！成就有多大，完全在你自己。诚意有几分啊？一分诚心你有一分的利益，十分诚信你有十分的诚意啊。那没有诚信那就没法子了啊，没有诚信那你是完全就得不到了啊。这让我们想起先前这个社会，到哪里去找诚信的这个学生，找不到了啊。现在的小孩不懂得孝顺父母，更不知道尊敬师长啊，从小就养成自尊自大，所以圣贤东西摆在面前，纵然是学，全都是得到的知识，得不到智慧啊。所以慧能跟神秀啊，这是五祖的两大弟子。都有成就啊！神秀跟五祖时间很长啊，总有二三十年了。啊，很聪明，等于在当时他是五祖的助教
啊，五祖出名了，每一天来参学的人有多少？啊，所以那些参学的人，先见成实修，一切问题在他们那里解决，就不必见五祖。神修解决不了的才见祖师，所以每个人都以为神修是第六祖啊，五祖一定传给他，怎么会传个慧呢？没有一个人想到的啊！我跟大家解释，神修对五祖、对佛法、对大乘有100分的沉浸，可是慧能这个人呢，他对无祖、对佛法、对大乘，他有1000分尊敬，所以一拨给他了。印光大师常说：“一分沉浸得一分利了，这个是1000分。”满分呢，一个才100分呢，还差很远呢。啊，所以精进呢，确实只有中国人懂得，印度人懂得，所以外国人没法子懂得。啊，特别是无漏智啊，要勤行精进，去涅槃道。涅槃道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这是大乘学习终极的目标。84000法门目标相同，方法不一样啊，都是大彻大悟。净土也不例外，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为什么？在这个世界大彻大悟我们办不到啊，换一个地方啊，换一个修学的场所，到极乐世界去大彻大悟，还是这种事情啊，没有例外的啊！西方极乐世界是个修学最好的环境啊！阿弥陀佛提供给我们，我们在这部经上读到，你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会非常尊敬阿弥陀佛啊，非常爱护阿弥陀佛，你会死心塌地跟他学习啊！他建造极乐世界，不是自己在家里想，不是的，啊，他的目的是希望建立这个道场，超过一切诸佛道场。做成一个尽善尽美的学习环境啊，向他的老师请教，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啊，老师告诉他：你想满这个愿，你去参学啊，一切诸佛刹土你去都去看，都去学习，人家的长处采取，人家的缺点的时候，你能改善就改善，不能改善就不要。啊，他用了5届的时间，把一切诸佛刹土都看过，啊，取长舍短，集一切诸佛刹土美好之大成，他是怎么来的呀？不是凭空在家打妄想打出来的啊！这个我们要学
我们要学做一个圆满的人。啊，一切人中最圆满的人，那该怎么学呢？阿弥陀佛这个榜样，我们从早到晚看一个人，人家的好处，我想我有没有？有，好好保持；没有，赶快修。看到人家的缺点，想想我有没有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你就变成人中的万人，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？啊，那如果说你经营一个公司，我希望的是我在这个行业同行当中世界第一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你去访参观你的同行，啊，他哪些地方优点？我就学到了，哪些人缺点我来改善，你就变成你同行当中世界第一。啊，那治理一个国家也如是，去看全世界每个国家，优点我都要，缺点我都不要，我这个国家就世界第一。这阿弥陀佛就这个方法了。啊，他真干了，真做到了。啊，把参访的总结就是48愿。啊，所以48愿就是他建国的纲领。啊，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实地考察学习当中带来的。那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早年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这大乘佛法叫真实智慧，他合乎逻辑，他不是这样在家里学习，不是的。啊，你看华严经最后善财通的53参，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啊，善财为什么能一生成佛？啊，就是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。啊，他修的是念佛法门。啊，念佛法门还有一身的习气，一身的毛病呢。所以每个法门都去参学，啊，把自己通身的毛病习气都改过来，啊，一生就成佛了，啊，不要等第二生了，啊，《法华经》上龙女8岁成佛，啊，只有这2部经讲一生成佛。啊，所以他的精神、他的理念、他的方法、他的经验，应该要学习啊。从做人，啊，到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些道理全在这里头。啊，唐太宗编了一部治国的宝典。群书之要，阿弥陀佛这一部无量寿经是群经之要啊，群经的精华太好了，这个东西啊，啊，尤其是夏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，汇集的太好了啊，5种原译本真的，你去看很麻烦。啊，你看了都不想看。啊，王龙书的汇集文不错，不完美。啊，他只看到4种。唐朝大宝积经无量寿会，这个有一份资料，王龙书没见过。啊，所以他汇集有缺陷。啊，为陌生的缺。这个汇集确实超过王龙书啊，但是取舍不当啊，还有一些地方
用自己的意思把经文改动，这是很大的机会。啊，所以批评的人很多。啊，夏老就是民国年间用了十年的时间啊，汇成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这是五种云一本的集大成，取舍尽当啊！啊，生死难读的那些部分，全部舍掉。啊，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五种云一本的原文，没有改动。啊，连经题都是回去的。确实尽善尽美也，在这个本子上啊，夏莲老的啊，这个黄念老的注解集注啊，这个智慧高明之处啊，不是自己注解的，自己注解的排斥力量、反对的力量太大啊，别人不相信，不尊重你啊，所以他用集注，你看这个里面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所以你读这个注解，等于读了193种大乘典籍啊，里面确实宗门教下、贤教、密教、大乘、小乘，全都包括在里头。啊，我跟同学介绍，儒家大学里头，三纲八目都在这里可以找到。啊，三纲，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，中国学术的总纲领啊！啊，明德是什么？明德就是成佛了。这佛法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，明德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明明德，啊，明德是本有的，明德就是真心，就是自信。啊，现在不明了，迷惑了，颠倒了，所以要加个名字，明明德。啊，那就是大彻大悟啊！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之后干什么？普度众生呢？亲民是普度众生呐！啊，把众生度到什么地方？至于至善，至善是成佛。啊，他要不能回归到圣人，那不人人皆是圣人吗？人人皆是佛吗？你不把他回到这条，那不算知遇之善呢。啊，用什么？从哪里开始？从格物。格物是断烦恼，是消业障。啊，物是物欲，欲望啊，欲望要把它断掉。啊，格是格斗啊，这自己跟自己打仗啊，把自己的欲望战胜。啊，战胜之后智慧就开了。啊，这个东西是障碍智慧的。啊，烦恼业障消除之后，自心智慧就开了。啊，智慧开了，你的意才成，你的心才会正。啊，然后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啊，平天下是天下太平，
啊，今天讲世界和谐。啊，这一个国家做出榜样，全世界都向你学习。啊，榜样很重要。在中国过去，一个国家榜样的城市是什么城市？首都。从前不叫首都，叫京城。京师，意思就出来了。京是大都市、大城市，啊，京师大理。师就是示范。这个城市是全国所有城市的榜样。啊，全国的城市都要向这个城市学习，这是模范城市，成为京师啊。在中国做出实验的不是假的啊，你看中国历朝历代啊，真正做出来了，这国家强盛了，国泰民安了啊，真正做到了太平盛世啊，有100年到200年的时间，长治久安，他真做出来了啊！中国国家没有统一之前，就做这个工作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，汤王七十里而望天下啊，周家。文武百里而望天下，那时候并没统一，人家尊称你为天子，天子是尊称的，不是后来的，后来那个皇上是统一的，那时候没统一。你看史书上记载，周朝时候800诸侯，地方不大了，也就是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，还没有到珠江，就这块土地上800多个诸侯啊，大国100里的分就算是大国，小国20-30里就是大的乡镇了，那都是一个国家了啊，所以诸侯国啊都向周文王学习啊，都向汤王学习啊，他办得好啊啊，所以这种做示范城市的时候，你说他距离我们3800年啊，周距离我们周文王3200年啊，孔子生在周朝，周朝800年，啊，但是幕后乱了，幕后500年是春秋战国，啊，周王还在，啊，所以从中国历史上来看，古圣先贤的理念，啊，曾经做出来。大家真的看到了，啊！所以今天这个世界，榜样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不做出榜样来，没人相信呢。啊，做出榜样来，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，因为世界太乱了，每个人都想安定和平。啊，人有这种念头就有希望啊，真正能有一个示范城市出现啊，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地区的城市都会向他学习啊，我们要从这一方面去精进的。
啊，佛经上讲的涅槃乘，在我们现实社会就是安定和谐。啊，每一个村镇都能够安定和谐，城市就安定和谐了。啊，那么要安定和谐，确实，汤恩比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只有他认识。解决二十一世纪这个地球上的社会问题，只有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。啊，大乘佛法也在中国。所以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外国人听得害怕。啊，以为中国崛起之后会报复他们。啊，他们强盛的时候欺负中国，中国被人家欺负了两三百年，啊，一定会报复我，这他们害怕了。啊，在准备战争呢。啊，我们告诉他，啊，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我说我承认，但是不是武力，不是政治，啊，不是经济贸易，也不是科学技术，是什么？中国的文化。啊，现在就更具体了。中国的群书之要，啊，中国群书之要能救全世界。啊，这要把它翻成外国文。啊，我们第一本的英文本翻译出来。啊，这他们问我要的，这么大的书，完全翻出来是个很大的工程呐、啊，又急着要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想个方法，在这个里头选360句，啊，让他们这些人都是很忙的人，一天看一段。啊，这个他非常欢喜。啊，所以群书之要360，我准备出10本，这第一本，一年出一本，10年圆满。啊，这个东西出来之后，马上翻成外国文。啊，大家真的欢喜，可以在联合国做广告。啊，在联合国办一场，啊，这对面对全世界的，啊，大唐群书之要学术论坛，在联合国给办这个活动，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参加，这很有意思。啊，专门讨论这部书，啊，这书先。送给联合国让他们看看，啊，有兴趣我们去办个论坛，啊，这样一宣传，世界上人心就定了，中国人不会报复，啊，吃了亏受了侮辱也不会报复，啊，如果冤冤相报，在因果上讲没完没了，双方都痛苦。啊，过去你伤害我们，我们一笔勾销。希望你学中国传统文化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讲的以德报怨。
啊，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战争。啊，每一年在准备战争用的些军费用了多少钱？这些钱毫无意义，为什么不拿这些钱多做一点民生福利的事业？啊，帮助全世界的人，啊，提高生活水平，啊，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一生，这都有意义，都有价值。为什么要杀人？啊，过去做错的事情是你无知，没人教你。啊，现在有圣贤人教你。啊，群书之要有圣贤教育。啊，圣贤的精华。啊，所以这本书被找到啊。哎，这国家有救啊，世界有救啊！啊，没想到是国学之药要出现了，啊，中国文化可以复兴了，啊，《四库全书》是印出来了，不会再失传了。但是这么大的丛书从哪里读起？怎么个读法？这大问题。国学之药是四库的钥匙啊！你从这里下手，你认识四库啊，你知道怎么个学法，所以这个东西太好了，祖宗想得周到啊，预先替我们做好了啊，他们要不做好，现在人做不出来。啊，这祖宗之德了，不能瞧不起祖宗，瞧不起祖宗是大罪过。第七，正念者，啊，以无漏智。通除三业中。不是，这是以无漏智与印念正道法及诸道法。心不动是故啊。这是正念。念力也被今天科学家发现。啊，念力说就是思想啊，不管你的想是正念还是邪念，能量都不可思议，尤其是正念，正念的能量大过负面的能量，这是中国人常说的邪不胜正啊，但是念力确实有大力量，大能量啊！这是最近才被科学家发现。啊，这个发现是从物理开始的。你看，近代将近400年了，科学都是偏重在物理上。啊，虽然科学家用二分法把客观的宇宙分作物理跟心理，这个二分法啊，但是物理呢有长足的进步，心理学没有啊。那么最近量子力学研究物质
到底物质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一桩事情被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。啊，他们用的方法跟佛所讲的完全相同。佛经上告诉我们，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用分析的方法，这佛在经典上举的这些比喻，啊，肉眼很好的眼睛能够看到牛毛尘，啊，牛毛很粗，牛毛端上有一粒尘土，啊，在牛毛上，啊，牛毛怎么动，它都不会掉下来，啊，这么小的一粒尘土，啊，佛用它做基础，把牛毛尘呢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叫羊毛尘，羊毛比牛毛细了，啊，在羊毛尖端上。这一粒尘土也像呢，怎么转动它都不会掉。啊，羊毛尘再分七分之一，叫兔毛尘。啊，兔毛就更细了。兔毛尘分七分之一，叫水尘。啊，水有密度，但是水里头有空隙。这个尘土啊，在水里面空隙里头往来没障碍。啊，水尘再分为七分之一呢，叫精尘，金属。金属的密度大，在显微镜里面它还是有空档。啊，这一粒尘土啊，在金属那个空档里头，来去没障碍。啊，叫精尘。精尘再分为七分之一呢，叫微尘。佛说，这样小的微尘，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。在我们想象当中，佛说这个微尘，大概就是现在讲的原子。那阿罗汉天眼能看到。啊，这肉眼看不到的东西。那么，这个东西再分为七分之一了。叫色聚即微，啊，现在科学家分得细，应该是把原子再分开之后，才晓得原子里头有电子，有原子核，有中子，啊，再分呢，这就分成基本粒子，基本粒子几十种之多，啊，再分为夸克。也有几十种之多，这些呢，佛通通把它称作色聚即微。分到不能再分的时候，最小的物质单位叫即微之微，也叫即微色。啊，即微之微，现在量子学家称为微中子。啊，微中子。多大呢？啊，科学家告诉我，100亿个微中子聚集起来，就是一个电子。那换句话说，原子里的电子，100亿分之一，电子的100亿分之一，这就是微中子。佛说的极微之微，它不能再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科学家确实把它分开真的没有了。物质没有了，看到什么东西呢？是念头波动的现象。所以这把物质搞清楚了，原来物质是假的，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现象。其实它不是真的。
啊，德国量子力学家普朗克啊，这在国际上非常闻名的一个人啊，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他一生专搞物质啊，就是发现了物质的原理。他的报告里说，根据他的研究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就念头啊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一切法里头就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全是从念头生，是念力了，能量真的不可思议啊。那念要真念，不要邪念。极乐世界纯正念成就的啊，我们今天这个地球几乎差不多到纯邪念造成的，对这么多灾难呢、啊？如果我们肯定了这个理论，只要地球上的居民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地球上所有灾难都能化解，就是它从念头来的嘛。啊，身体也如是，身体有疾病，是不善的念头造成的。如果是正念的话，这身体身心健康，绝对不会有病。啊，3月21号。美国有一个用意念治病的，夏威夷土著传下来的方法啊，修兰博士到这来看我啊，他的书我看过，他治病一直到现在，一般人都感觉到很惊讶。啊，病人跟他不要见面，距离几千里，他都能把他治好。啊，他需要的资料就是姓名、出生年月日，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？还有你的病历，他就要这个资料啊。他拿到这个资料，他告诉我他治病的方法，用观想把病人跟自己想成一体啊，自他是一不是二啊，想成一体之后，看到你的病历，晓得我哪些地方有病，我用我的念头把我的病治好，你的病就没有了，那也就好了啊，隔几千里路都没有关系啊，都有效果。每一天用这个意念半个小时，就是来治疗半个小时，大概一个月病就好了啊。基本的条件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做到的，你的心要清净啊，你的记忆当中有善的记忆、不善的记忆，统统清除掉啊。佛教讲放下，让你恢复到清净平等啊，真正的清净心才有效果。如果你心里头有杂念、有妄想，就没办法
啊，他治好几千人呢、啊，啊，现在在全世界到处讲演，啊，说明他的方法，啊，确实有效，这个道理佛经上有，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《华严经》讲的整个宇宙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心是真心，识是妄心，妄心变出来是负面的，真心变出来是正面的。啊，所以他们这些著作里的，包括现在研究念力的，啊，非常重视我们起心动念，不要认为起心动念是小事，啊，起心动念能量不可思议，啊，我们在这动个念头，说不定一个文念，别的地方产生灾难，甚至距离我们几千里，我们起个善念。啊，也会有这么大的影响。啊，不要以为自己念头没有事情，不可能的。这个道理，贤首过世说过。啊，念头才起，无论是物质的念头，是精神的念头。啊，物质有念头，啊，他没有念头，他就不会动。啊，所以今天他们提出来。以心控物啊，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环境啊，所以说科学这几百年科学二分法是错误的啊，把它分成物理跟心理是错误的，心跟物不能分，是一不是二啊，物里面决定有心，心里头决定有，他决定分不开啊，这个日本加本胜博士做水实验证明的啊，水是物质现象，他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，这都证明了啊，水能看能听，修兰博士告诉我，他到我这儿来，我们的桌椅板凳都会看都会听，都懂得人意思，我们的墙壁我们地板都懂，他完全承认所有物质现象都相通的，整个宇宙像一个电网一样，无论哪一个人起心动念都周边发起，定功愈深的人他接受的能量越强啊，什么样危险的念头他都知道啊，我们今天能力失掉了，是妄想太多了，杂念太多了啊，所以这个能力失掉了，所以心越清净就越能恢复啊，不但自己身心健康，无需要医药调理，不需要啊，还能帮助我们居住的地方，地球的环境都有很大的影响啊，这个地方应该发生的灾难可以能够化解，用意念来化解啊，这在佛法的理论上讲得通的，啊，那么佛法正道法，正道八万四千法门全是正道啊，可是我们学习呢只能学一门，不能学太多，学太多就杂了啊，
好像一个球啊，这是圆的，这不是，好像一个球，球面上任何一点都能够达到圆心，都达到球心啊，只要正确啊，我们讲成90度的正确90度，这个角度你不要改变方向，一直回到圆心。圆心就是大彻大悟，到圆心所有全面全通达了啊，不能有邪念，邪念偏差了就达不到了啊。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是求面上的，任何一门都能达到圆心，所以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。选择一门之后，选择要适合自己的根性，适合自己的程度，适合自己生活环境，学起来没有障碍啊，很轻松啊，这就是适合我的法门啊，这是我的正法一门深入啊。然后再用助道法，助道法一般都讲的37道品，这是助道法啊。那我们现在所依据的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啊，助道法不能缺少，37道品全用得上啊。可是我们依从无量寿经的经文啊，依照这部经来指导，在大乘里头，佛告诉我们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啊，这是经中的正道啊。三福是所有佛法的根基，佛给我们讲这个三条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就是善业，这是世间善。第二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这是小乘善。第三，发菩提心，身心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这是菩萨善啊。佛最后做总结，这三条三世诸佛敬业真言，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凡夫修成佛果，都以这个为基础啊。所以这个三福是根本的根本，根本的根本，孝亲尊师，我们落实在弟子规，慈心不杀，落实在感应篇，幕后是修，是善业，是善业道经啊。那么这儒释道的三个根就在敬业三福的第一福，从这下手啊。啊，这个是最高指导原则。那我们不用儒根道的，那就得用小乘。这是佛说过的。佛反对劣等啊，经常佛说得很清楚，佛子
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那么唐朝中叶之后，中国这些祖师大德不修小乘，为什么不修呢？用儒跟道代替。啊，代替有没有问题呢？通过这1300年的实验，没有问题。这1300年，每一个宗派都出现高僧大德，这就证明有效。啊，因为儒跟道是自己东西，容易学习，效果绝不亚于小乘。啊，所以中国只要大乘，不要小乘。但是小乘的经典相当完备，啊，学的人没有了。六合，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，现在社会不和，我们要认真的学习。啊，六合的根就是一个爱。啊，中国人重视这个。啊，中国人的教育是从什么地方发源的？啊，我深深感受到五伦里头第一个，父子有亲，中国教育从这开始。啊，父子的情爱是天性的，不是哪个人创造发明的，不是啊，天性。啊，你看母亲对她的婴儿的爱护。啊，我有一年在日本参加联合的会议，啊，我们在会场外面广场散步，啊，跟着我有十几位日本那边的同修，有个年轻的妈妈推他的一个小孩推车死鬼，我突然停下来让大家来看看什么父子有情，你看看这母亲对他儿子，儿子虽然不会说话，你看他的眼神，你看他的动作，这天然的，这不是人教的啊。我说这就是父子有情。中国的教育的目的，第一个目标，这种情爱如何一生保持而不改变，这是中国教育头一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呢，是把这种情爱发扬光大，啊，爱他的兄弟姐妹，爱他的族群啊，他的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、高祖父，啊，下面的时候是爱他的子孙，啊，我们中国人讲九族啊，啊，九族亲睦啊。啊，再扩大，邻里乡党，啊，亲戚朋友，再往上扩大是国家民族，最后《弟子规》上讲，凡是人皆学爱。中国教育是爱的教育，跟宗教教育没有两样啊！所有宗教教育都是爱的教育。啊，你看外国宗教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啊，古兰经，真主确实是仁慈的，
啊，佛法讲大慈大悲，啊，所以爱确实整个宇宙的核心。啊，爱能将所有众生回归到一家人。啊，彼此应当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。啊，真正明白人、觉悟的人，肯定是这种胸怀。啊，这个理念啊，只有迷失自信的人才颠倒了啊！颠倒的人好可怜啊！只爱自己不爱别人，这假话，他不爱自己，所以他也不爱别人。他要会爱自己，他肯定爱别人。啊，所以现在人的可怜不自爱呀！啊，把老祖宗东西丢得一干二净，啊，认为这个东西不合科学。啊，今天科学家肯定了，老祖宗东西有超人的智慧，是他们还保留很多本能，我们现在失掉了。啊，决定不可以疏忽，啊，不能小看他们。啊，还有一些土著，保持着老祖宗的一些本能的部分，那些东西管用，能帮助现前社会解决问题。啊，修兰波斯，这是夏威夷古老治疗的一种方法。这个方法被肯定了，管用啊！啊，跟有大灾难来了，医院没有了，医生没有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方法有效。啊，这个方法，修兰波斯讲的很肯定。基础就是自己妄念啊，他讲记忆啊，不好的记忆、好的记忆统统都要清除掉啊，让你的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不要有这些东西，这个能量就够了啊。那我们修净土的人把所有一切清除掉，把阿弥陀佛请进来啊，不但有自己足够的能量，还有阿弥陀佛加持的能量，效果比他会更好啊，值得我们学习啊。所以这个念力不可思议啊，要有信心啊，心不动啊，不会失掉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